是极限少女静云，准备好跟着我一起极限瘦身了吗？拿起你的武器，我们开始燃烧我们的下半身喽 ！Go！ 来，我们准备我们的第一个动作。Ready。安卡。Round one。小碎步。Three。热身，预备。One。开始。要热开哦。脚尖记得往前哦。休息，下一个动作 ，Enga， 往前踢 ，Enga， 往前踢。Two, three, two, one, go。Round three. Three. Two. One. 开始。Go. 往上跳，跳高。Three. Two. One. Eight.Round four. Three, two, one, go. 往前，跳跳跳，往前，跳跳跳。换边。Three, two, one, go. 休息。来，我们下一个动作，假装打里面，其实打外面。Five, three, two, one, go. 开始。换边。Three, two, one, eight. 休息。这个动作，打开对手键。6, 3, 2, 1, 8. 这个动作，我们的前进层次。Round 7. 3, 2, 1, go. 后脚记得用力踢哦。来，换边。后脚记得要往前踢。3, 2, 1, break. 休息。最后一个动作，小张打里面，打外面，其实打中间。到你 ，three, two, one, go。如果没有的朋友，麻烦帮我重新再看一遍哦。好，然后我来重点提示一下，我们的尝试后脚想象是我们的引擎往前蹬出去，然后前脚垂直于地面90度，你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但是千万不要这样，很容易受伤哦。喜欢我们的朋友，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我们的小铃铛。有任何想学的东西或是有问题，请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哦。我们下次见，拜拜。